你咋不去看连续剧呢？看直播干啥呢？真的服了，干啥啥不行，就知道带节奏。搭讪也是剧本，啥也是剧本，只要搭到了就是剧本，对不对？你要看就看，是不是剧本和你也没关系，对不对？又不是让你付费直播。哎呦，许昌元来了！我操，许昌元还刷火锅了，大戏啊！许昌元，能停车吗？停一会儿，能停吗？停到车位上面吗？哪个停到停车位也行。来绕一遍。OK。上次来过，他说。马上来，可以到吧？好的 ，OK。把大姐都杀了七天啊，能永久黑名单给他整个永久黑名单啊，我就看你孤不孤独，别人都在打字啊，你却在禁言中啊，都给他小灰屋关起来，带节奏了，妈的，都给他杀了，关在小黑屋啊，给他关起来。七天之后，哎呀，我终于解封了。哎，啊，周末的温丽是哪里约的？这句话是谁说的？啊？好的 ，P1 车主，宠娃哥说的吗？宠娃哥说的吗？那个叫做什么星球呀？香雨星球吧，好像香雨星球吧，叫做香雨星球，你们自己搜索温丽就行了，好吧？我那个没打开过，香雨星球，啊，香雨星球，哪个大哥问的是吧？香雨星球，香雨星球。我在这里等他啊，有个小白号说，天天剧本能尊重你的粉丝吗？不，你只是我的水友，你不是我的粉丝，好吗？什么叫粉丝？卡上我的牌子了，那就是我的粉丝，你没卡牌子，你啥也不是，好吗？你就闭嘴行不行？真烦，真的是。不过直播开着了，能不能行？对不对？醉了，天天的。我跟我的卡了牌子是好兄弟，你只是水友，对不对？我们是看直播的，只能说是网友，对不对？我们是网友，能不能别说你？